嗨，我是阿盛，今天带你介绍一下巴都嘎湾另外一个 landed property 即将黯然要死的那个，就是 Eco World 的 Candom。 So Candom 呢有分成四个 phase， phase 4 5 6 7 7和6现在是 under construction， so 我就没有拍摄了。所以等下带你看的是4跟5。 4是 garden home， 5是 core home 跟 core home double story。 现在就带你介绍一下你的 dream house。如果你的手头上有 Candom 要出售还是要出租的话，你可以点击以下的连接，所以我们这边会帮你出租你的单位还有出售你的单位。想要了解更多巴都嘎湾的发展资讯的话，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我是阿盛。